这关我玩过了没有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今天的时光台，我是张小颖。哎呦！等一下，我先去观鸟。来，乖乖的，你下来。哎，我觉得我好像忘记怎么玩嘞。我好像忘记怎么玩。我得回忆一下。首先，啊哈！等等等等等等 ，A 是往上跳。奇怪，我本来是用什么玩啊？我现在记不起来，我原本是用键盘玩还是滑鼠？想不起来。可是我觉得我好像原本是用键盘玩的，总觉得用摇杆玩，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太顺。可是用键盘，哎呀，这盏灯打不开吗？这盏灯打不开。但是我用按键玩，我又觉得好像滑鼠，用那个摇杆玩还是好像又舒服一点。好纠结哦，到底要用什么玩啊？好吧，我还是用。所以我现在是在干嘛呢？哇哇！好像是在发货吧。
该怎么办？被偷渡进去。啊哈！救命！这一关的距离都有点太远了。啊，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清楚他的那个原来要在这啊，拜托给我一个存档点吧。小店他快不行了，给小店一个存档点吧。刚刚是干了什么蠢事？想存档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我按到了的呀，等一下。就是不能按，那这个灯可不可以开？该不会是被困在这个，被困在超市里头了吧？那是超市。这是什么？公车的大危机吗？
看不是很懂。带电的公车，大危机。有一点点难呢。求你给我个节奏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没有办法，就是快速的跳上、跳下吗？这个是什么意思嘛？它的下降速度。很难事先预料到前面的路况是怎么样。想不知不觉已经快到六月了，这个礼拜就六月了，可恶这个地方。我们今年一样预计六月二十九吧。啊，可恶，电子催人。我们一样预计六月二十九左右开始休息。休到什么时候嘞？预计就休到7月，我记得好像是7月20几号我要回来，
开工的样子，然后八月初又要再休个半个月这样，就是我中间会回来开个两个礼拜或三个礼拜，中间会回来开三个礼拜。我发现我去年下册买的游戏我都还没有玩完，马上今年又要下册了，哈哈。去年下册的游戏还没有玩完，马上又要下课了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我没跳起来，没跳起来。我要看能不能拼一把，在新一轮的下册开始前，我能不能够把去年下册的游戏，哎，是去年下册吗？好像是去年下册。我能不能拼一把把去年下册的游戏解决掉？要前往新地图了。等一下，是什么一只鸟吗？啊啊啊啊！对啊，这个音乐，这其实是一个音乐节奏音乐游戏吧？我要来试试看，我能不能电到那个鸟。啊，不行，好像电不到那个鸟。我刚想说我要去看看能不能电那个鸟，看起来好像是不行。刚刚想要吃那个蓝色，我贪心了，贪心了，这是一个节奏游戏，还不错。其实我还蛮喜欢这类型游戏的。记得我们之前有玩过一款猫咪的游戏，也是有一点这种节奏游戏的 feel， 对吧？记得那一款吗？啊哈哈！还好，还好。啊，咔嚓！照着节拍下来的时候，我自己都有点抖。
等一下，怎么为什么突然变这种音乐了？就扩宽了。没有欸，我在买的时候其实我没有特别注意它是什么样子的游戏。我在买的时候以为它就是一个益智游戏，你知道吗？我在买的时候我真的以为它是一个解谜游戏。我并没有预设说它是一个这样子的节奏游戏。实际上我其实感觉自己还蛮少玩这类型的游戏的。啊，不打太高了。我本来以为这是那种，就是该怎么描述那种益智游戏，就是那种，该怎么描述啊？就是开灯，我本来以为就是它是让我去控制，比如说我要在哪里放个灯泡啊，我要在哪里插个电线啊，这种类型的。的开灯益智游戏，我没有想过是这种控制自己做一团小电球到处奔跑的益智游戏，就这种类型的游戏。它其实跟我预先想象的有点不同，但这种还蛮好，比我预先想的还要更好一点。虽然说它就很温和不刺激，但是对于愉快的下班后的晚上来讲，它还蛮适合的。而且我觉得它的一些细节做的也还不错，像是这些公园里面摊贩啊、吃东西的人啊什么的，感觉挺好的。我先下去开个灯。下。等一下。前面这走会走到哪里去呢？啊，一直走就走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了。我后面还没有开呢。对啦，因为像那种什么砍杀僵尸游戏那种，我是一定不玩的啊。那扣除那种砍杀僵尸游戏，剩的类型也就不多了嘛。俺要上去，我该怎么上去？咔嚓！射击哦，有啊，你看过《玩斗争特工》啊？看过的吧？之前我不是还有开过《斗争特工》的实况吗？斗阵怎么会不算射击游戏？斗阵它就是一个射击游戏啊！哎呀，我要过去！啊，让我过去！好吧，那我想想看，我还玩过什么？啊，我之前玩过一款那个亚伦走路那一款啊。
就是有一个叫亚伦的一个神经病作家。完嘞，按上不去该怎么办？哦，想看哦，除了这两款，我还没有玩过射击游戏。啊，之前那个有几天那个什么汤姆克兰西全境封锁免费，那几天我稍微上去玩了一下下，大概玩了一个小时吧。嗯，啊，等一下，这是一个陷阱吗？那难道不是要让我下去吗？是一个陷阱吗？这该不会也是一个陷阱吧？这当然是射击游戏啊，你不要误会它。它虽然看起来很不知道该怎么描述，它是一个射击游戏的呀。虽然说我在里面玩的不见得是射击角色，可是它是一个射击游戏。甚至如果你们想要的话，我也可以玩斗阵给你们看的呀。啊，只是技术很差啊，但是我可以玩斗阵的啊，我就很久没玩了。毕竟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每天准时七点拓荒十二点收工的那个人。嗯，最近我朋友他们还在讲说全境封锁好像要出二，我想说这个游戏还能出二，一都没人玩了他还能出二，还有节奏游戏的 feel。 啊！真可怜，那个游戏没人玩了。那种杀人型的游戏我都不是很感兴趣，应该不至于吧，它是 Uplay 耶，它不就是刺客教条的那个公司吗？啊，被电电电电啊，为什么到那边我觉得手贱想要按一个跳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为什么会手贱按那个跳？为什么？我的行动模式出了什么问题？为什么会是按那个跳？是因为这些树阻碍了我的视线吗？而且我快要死掉了，我必须补血。补血，
好好好，点点点点。哦，不要，好痛哦。劳拉也算射击游戏啊，电电。为什么我又按？我到底为什么那边我就会习惯的挑一下呢？不跳不舒服，司机。我就是那个玩路西欧会全场一直跳来跳去的人。忍住，不要手心跳。哇塞，等等，他是不是加速了？等等你大哥。我 hold 不住啊！三滴血不够我用啊！啊，这个树后面藏一个电电，这个太过分了。点是我无法闪避的，一定要被电的点吗？不对啊，我可以跳啊，我是不是傻子？对呀，我可以跳啊，我可以。不要不要！啊！加油，搭配如此雀跃的音乐，你可以的。节拍突然就没有用，好低哦！一对情侣，有没有划船呢？这是怎样？我要帮他打探照灯，放音乐喇叭吗？还要帮他点烟火吗？好吧，我们今天的小店也是如此活泼。我很认真在玩的呢，我才没有过关取向。我玩这个我是很认真的，不是啊？可是刚刚那个东西我就没办法嘛，他那个就是，他
它那个就是看你的，你的那个，你要按那个东西啊，我就按不到啊。我不是故意要过关取向的，是我按不到。那现在要，我不要。哎呀，这个感觉就要从旁边，从那个电线杆上去。等一下，是我的问题还是那个真的不好跳？是我的问题还是它真的不好跳？好吧，我们再往前看看有没有路可以绕回去好。是搞什么鬼？哦，不要！干！啊，不想看了。这个不行，这个距离都差太远。先看看吧。碰不到，你尴尬。好，这里应该……哇，这个怎么过去？僵吧！我失败了。乖，还有没有什么助跑跳之类的东西？哎呀！啊哈哈！难道没有什么类似大跳跃之类的？它难道没有什么大跳跃可以让我跳得更高一点吗？上去，上去，没有办法，上不去，我上不去。腿短的小店啊，腿短的小店，为什么我觉得他有时候跳得比较远，有时候又跳不远呢？他好像反而站在边边，他反而跳不远。发现他有一个这样子的倾向，站在边边反而跳不远。哦不！他没有那种东西，你不要想太多，他没有那种二段跳技能这种东西，没有的。二段跳完全是一个不符合我物理学常识的一个东西。哇嘞，上不去。哇嘞！真的我上不去耶！
真的我上不去，奇怪哦。我觉得这里已经是一个很近、很适合上去的点了。难道说我真的要想办法绕到后排吗？可是后排要怎么绕？感觉又好像又没有地方让我绕后排啊。感觉就只有这里比较能上去啊。再往前看看吧。有没有什么东西？哎，这里我刚刚也试过了，好像也没办法。这边就到存档点了，一定不是我要的呀。这对情侣没有喇叭也是很可怜的。我还是要助人为乐，我还是要帮他们一下。跳不到，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？败了，真的没办法吗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好像，我总觉得它有个距离，它有个距离会比较好跳。就它往，它由上往下，会比较好跳一点的感觉。像这样子由下往上就，就感觉就跳不远。但是还是不行。跟你杠上了，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就要用来跳这个，这个可以上来，上来有什么帮助吗？并没有。
哇，那个我回不去了。我要回去，我回不去了！救命啊！我觉得还是从这里跳是最有可能，其他没别的，没什么好说的，一定是要从这里跳。等一下啊，怎么样可以让它跳得比较远一点？放在这里的话，我想要想办法跳到上面那个电线杆上。是跳不上去，有点奇怪啊。照理说那个电线杆应该要是可以让我跳上去的啊。有点弱。为了确定是不是我的按键的锅，那我决定我们现在用键盘试试看。这样就知道我能不能把锅甩给我的，甩给我的这个摇杆。没有办法，还是说他后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帮我跳更高的？我觉得不太可能啊。哎呀，可是他怎么可能会弄一个我跳不上去的东西呢？不合理啊。我就说怎么可能，我就说他那个地方怎么可能，我怎么都跳不过去的。果然有问题，所以不是我的锅，也不是键盘的锅。诶，这边还多了一条电线，这边还多了一条电线。
幸好我不是一个会跟他死磕的人。心底下好像也可以走，我人呢？温馨。掉的还是很温馨。下面是不是有路？哪有两段跳？才没有两段跳！他明明就是开了一个电梯给我，好吗？啊！把自己给电死了，把自己给摔死了。上去好不好？哎呀，我要上去啊！的有点多次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潜藏鳄鱼的高尔夫球场？有鳄鱼潜伏的高尔夫球场吗？这个？真会玩啊，这个高尔夫球场。好阴森的地方，在这么阴森的地方打高尔夫球，真的没问题吗？上去，这个是什么？斩首风车吗？哦哦，好吧好吧，竟然还有这样子的高尔夫球关卡，可以的，随便他。我没打过高尔夫球啊，我是没打过，可是我看人家打过啊。啊！拉梯，这是一个陷阱。
的高尔夫球场。这绝对是一个会让人做噩梦的高尔夫球场。啊！怎么又……我又下去了，好生气哦！这么阴森的高尔夫球场，我还被他整到两次。哎，这个是什么鬼？我为什么我的速度好像突然变慢了？我遭遇了电阻吗？上去，哇！哦，这现在呢？勇敢一跳。竟然跳歪了，好好蠢。Jump。新的陷阱吗？这是什么陷阱吗？特别用来吸引我上钩的啊！那我原来他不是真的而已。是个警察吧？警察还哭什么？把我打出去了。好吧。即将被电爆的摩天轮。变成了一个电风扇，看起来有点可怕。绝命终结战吧，
这集我看过是吧？虽然很可怜，但是我觉得忍不住的觉得有笑点。追我！哇，这我要怎么？啊，我刚刚好像被电了一下啊！我觉得我的目的地一定不是这里啊啊！大家撑住，我马上就来救你们！哇哦！啊哈！啊，好痛啊！你们的英雄被电了。英雄来救你们了，等他克服他旁边的电，他就来救你们了。啊不，大家不要怕，吃这个，等一下，我想吃下面那个，但是感觉有点危险，我是不是应该先想办法先过去把这边给它开了？啊，不要过来！大家不要怕。我被那个东西电到，我就直接就挂了。啊啊！真的，这好像意思是说我可以从这个地方上去，可以耶。被电了一下，痛痛的。安全了，安全了，安全了，安全了！我在哪？啊啊！真的无敌风火轮，你这乌鸦嘴！哎，我还没有把全部吃完呢。真的无敌风火轮，都是你！你看看，都是你！
没跳起来，一个失误，我竟然没有跳起来。炸了！赶快给我一个绿色的补个血 ！Oh no！ 熬到！哎呀！啊！我贪心呐、啊！我贪心啊！我来开场。中两招我还玩不玩了？好好好好起来，我跟刚刚死在一样的地方。这个游戏配乐真的很棒。我盯着盯着，我就忘记飘了呀！我其实我觉得我是有按跳的，但是我没有跳起来。我贪心了，我想吃下面那个。好像我在听隔壁邻居练钢琴，然后他每次有一个地方出错，他就必须要重新从前一个章节开始练。我现在就这种心情吧。你什么时候可以练下一个章节啊？在这种感觉，我这段我听了好几十次啊。哇嘞！你现在这个时候加速是要我的命啊！啊！
血一直没有补满，让我感到很不安。我在半空中被击落了。对啊，虽然说大师还蛮好听的啊，所以是我是无所谓。又从头开始了，我好像又从头开始嘞，因为死的次数太多了，我好像又从头了。等一下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真的很难闪，而且为什么我骑手少一血？哦，这个不行！啊，我不要再从头开始了，我刚刚已经因为失败太多次，我从头开始了。我就是为了贪那个绿色的补血啊！不行，我要吃补血，我就要从这里开始等。啊！又失败了。有啊，你看我刚刚一次我就过了第一阶段了啊。这还是他还没开始加速。啊，我打了个喷嚏我就死掉。哎呀，我又从头开始，你看到吗？我又从头开始了。他死太多次，他就直接让我从头开始啊！要说他吐血，我觉得其实跟时间也有关系。你看，现在已经九点多了，差不多已经到了我的专注力下降的时候了。我的专注力开始让我没有办法继续负荷需要专心玩游戏的这个状态。我都觉得很危险。Oh my god！ 好啦，我目标是我希望我今天过这一关，然后我们可以休息。但前提是我们得过这一关。我自己是觉得我明明离终点已经很近了，就是这样子那样的失败，导致我就一直重来。
然。啊，我确定我有按键啊！你不要诅咒我，你不要乌鸦嘴。哎呀，不是，我觉得我的集中力真的下降。刚刚我那里我已经确定我至少死三次，可是三次我都记得我是有按的呀，因为我真的有按跳啊，可是他真的没有跳起来。那个点我已经死很多次了。这已经是遥感的锅了。你看，我真的有按，我真的有按，我真的有按哦，真的有按啊！我跟你讲，这是遥感的锅，我不要用遥感了，我还是用键盘吧，只有键盘才是我们的。键盘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。被电了一下。看到那个发着绿光的东西，我就想去吃它。重来了，各位乡亲，我又重来了。我今天真的能把这一关打完之后休息。我觉得我们休息，明天再继续。这很明显，我一定是累了才会这样啊。
利进入第二阶段。我觉得我的把手一直有在表我，我觉得我有，哎，是我的键，我的把手就是不跳，我的把手，我用键盘又有一点点不是这么习惯，可是我的把手很明显，它就是在表我。好来，不管啦，我们这一次如果没有过，我们就真的就是明天再继续了哟。因为我们已经啊垃圾，啊哈，会被电了。被电了，稳住，稳住，我们如果再回，如果又滚回第一阶段，我们就先休息了。好吧，我们先休息吧，我们先休息吧。啊，专注力下降了。好吧，我要去画画了。我要去画画了。我昨天画到11号了。啊，我要先去画画了。哎，我们明天再继续吧。哇，玩得我好累哦。拜拜，拜拜。